今天陆生社保留自救会加青年陆生联盟本来团体去行政院头前抗议，这陆生疗养院在无参详合法参详就将移民十七年来所使用的这一块所在蓬莱社进行断电。报道啊，发口号，演出行动中，再去陆生保留自救会加青年陆生联盟等真侪团体，到行政院头前抗议陆生疗养院无尽到沟通的责任，都强行将移民十七年来所使用一批驻点蓬莱社断电，是乞食官庙公。非常非常的难过，是难过在哪里呢？伊今仔日哦，拢无照这个到我那边走，我就得见，拢请陈大哥。忽然间就安尼干断电起来，安尼啦吼。我今仔日出来嘛是不得已的。自救会表示，为纪念过往予人隔离甲这份撇签的汉生病病人的情况。2017年行政院核定，陆生县区整体发展计划以后，陆生院区就进入重建阶段。不过，义民甲民团真侪摆诉求重建，应该以义民为主体。卫福部也吩咐要改善双方的沟通。不过，顶礼拜日，陆生院方开重建进度报告会议的时阵，表示。今年七月要进行蓬莱社顶二十栋院舍的修理工作，要求清空有空顶向顶的蓬莱社，想要到会议了后隔工，院方就擅自用断电的方式来逼签，因为院方已经无信用。陆生疗养院现在以重建的名称要再度行这样子类似破迁或者是说驱赶院民，然后限制他们使用空间的自由的行为，我们认为这是违背重建的承诺。我们的这个计划也都是有经过文化局的这个审查。好，那因为它现在就是一个历史建物嘛，好，跟文化景观保存区，好，所以我们是必须按照我们相关的计划来进行，我们还是会持续在跟院民这边来进行沟通啦。针对陆生重建案，民团警会当前政府委托义民抗争历史，排除义民参加，破坏义民生活自由完整性，卫福部也无尽到监督的责任，所以呼吁政府唔通为人权横祸的政策，弃民主重伤陆生义民的安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